有一名曾姓网友在脸书社团爆料公社 PO 文指称，日前在一处飙车族据点遇到警方盘查，他自认只是把车停在该处和朋友聊天，车子也没有发动，却被怀疑聚众飙车，因此上网请网友评理，这是警察扰民的理由。可能哦，作为飙车的据点，对，都可能聚集起来吧。对，那、啊、你不能拿那个，就是我们无辜的人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嫌可疑啊。整个五六个人聚在这边，有没有嫌可疑要飙车？我们是哦，我们这是我们发动走掉发动警察，是人家都走掉了的这个。如果我们走掉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呢？我们照逻辑来讲，如果你说我们有可疑行动嘛，啊、那我们其实应该，我们就走掉。那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，我们发动的要件、盘查的要件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不你不接受，你不接受没有关系。哦，我现在就是要盘查你，你要是没有拿出你的证件，没有给我们盘查，我们将你带回勤务处所盘查三个小时。盘查三个小时，你要盘查什么？就在查证你的身份，反正我们就是有这个权利。我回去我一样也不会给你盘查、哦、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上个小时嘛，因为我没做什么事情，我们也没说你做什么事情，不料讨牌不成，反而被网友一面倒狂打脸。一群人聚集在路边机车上聊天抽烟，警察不盘查才怪，平常猴子很嚣张，自以为懂法的更嚣张，但始终还是猴子，死鸭子嘴硬，去赌场或酒店被盘查再回应说我是路过的，现在的猴子很会假装支持警察。